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84面，倒算第七行。对世尊有方便中，独随方便；有圆顿中，更显圆顿。头前咱学到这题，现在刷落去看下文，第一净愿之名一法。功德啊，六道万行，万劫十大愿王，第六一句佛号，业尽普贤无边行门，回归文殊一行三昧。经中所讲的方便当中的方便，圆顿当中的圆顿，就是啊，性愿之名，确实无比这个更加圆，无比这个更加顿的呀。啊，这话呢，广列六道万行。信愿之名，这个法，菩萨六波罗蜜专在这里面，因为名号，假设出世间一切法，拢总包括进入。隋唐时代的古大德，也捌研究过。世尊当年在世，49年讲经说法，而这一切经内面，敢有一部经？会当甲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拢总包括在其中，你一发不老呢？也因确实是找出来了，也几乎大家拢共同承认，都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那提大乘称之为根本法轮，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拢是这个根本上的依靠。在中国成立大小乘10个宗派，10个宗就当像树心，树心内底生机。伊生条条生叶，所以啊，每一片叶啊，你慢慢去甲顺着这个去切啊，拢会切着根，拢是同根所生的。这个根本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》。佛法呢，《华严经》尾后，十大愿王都归结了。就归无量寿，所以无量寿是华严经的归宿。华严念一切法，
无量寿当然嘛立一切法，所以六道万行，十大愿王拢总拢嘛伫即个一句名号啊，伫立一句佛号，即句佛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何言无边行门，该门行门拢总拢伫即句佛号之中，所以即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阿佛号功德无论比啊，无一法会当甲伊比呀。所以咱要修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福报，对对修，念佛全部拢修着。这是真正侪人啊，拢唔知影用这个方法修福，用迄个方法修福，甲佛号差远咯。若讲唔是深入经中，你哪会知影呢？但是这个佛号爱真诚心去念。真正的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世俗世间一切善法，到佛就圆满了。啊，确实不可思议啊！回归文殊一行三昧，一行三昧头前嘛有学记咯，时间久了无听就未记哩咯，即个搁再温习一遍。这段是对佛学大师典内底记录出来。是故心定有一行而修三昧呀，又名真如三昧，也就是一相三昧。这来对意思，心定有一，三昧就是相定。定在一项代志呢，而且定有一项项拢会用呢。那真如就是诸法实相，就是诸性，也就是法性。那心定在这顶面，不动了。这个一行三昧，三藏法所里面讲，四是第四观。一行三昧者，为专一行，就是正定呀。主要属立两种，立即。一行三昧者，为定心观真如之一理啊。文殊不借经啊，观又上下两观，这里面呢？有一段经文是安尼先讲，我解一上，一言法界，是名一行三昧。法界千差万别，
那是上啊，差别上，我改以上是上，以上什么上？空上。你观察宇宙之间万事万法，一些空上，要安怎来观呢？但现在这就方便了，这一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这菩萨住在经里面，问问什么所念，归念归相、归色，佛出的问题，弥勒菩萨回答：伊讲伊单指有32亿1000万，念念生形，形就是相，念念都有形，形界有色。回头看真清楚、真明白，这段经文咱来写啊。为什么你会当把一切办法拢放下咯？为什么放不下？唔然事实真相啊！弥勒菩萨把事实真相讲出来，这就是诸法实相啊。何必什么呢？何必咱来看电影？云幕顶面出现的这个现象，这个、电影的这个道理咱了解，这是电影对片，在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24张，咱来问讲，云幕顶面迄个像的真相是啥物？真相就是这个啊。一张一个幻灯片，这就是伊个真相。你也看到真相，你就袂互假象欺骗了。那真相是虾米呢？是每一张个幻灯片伊分别的这个时间只有24分之1秒，你记得一个。就是讲，伊停留伫这云幕顶面的时间24分之1秒。你就变咯。第二张出现，第一张就无咯。只有第二张，这个第三张的出现呢，第二张就无咯。你就了解到这个事实真相，这叫诸法实相。弥勒菩萨跟人讲的速度是足紧的啊！电影只是一秒钟24张，24个性别的现象。弥勒菩萨跟人讲，一秒钟是1600条啊！咱现前这个现象是1600条分之1，就是讲一秒钟已经生灭，这幻灯片已经换了1600条张了，多一张是真的呢，一张都不是真的，所以讲万法皆空。绝对不可定啊！咱的心会得到的不灵啊，心嘛是的，一秒钟1600条出的生灭啊，都一个心是你呢？万事万物啊，拢嘛是啊，一秒钟1600条的生灭，
哪一项东西是真的呢？啊，你的这个心嘛，定在这顶面，就叫做利益行三昧啊。你这条定咯，啊，咱拢知影，完了还先生，命和孔先生算定咯。二十年当中，无一摆未准的，全部拢准确，伊什么拢无咧想咯。伊迄个就是叫做思一行啊三昧，伊心定伫迄内底，伊不动咯。这个是理啊，你真正甲一切法的真相看透咯。所以啊，一切诸佛如来，一切菩萨，绝大多数都是行利益行三昧啊。伊若用化伫这世间，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当伊出现伫这世界。咱世间人讲啊，中国人算稀稀，伊老大人八十岁完结的，而且世间住了八十年，一行是什么呢？利一行三昧啊，所以心清净平定，正觉慈悲。对立胎和原籍，咱们问一句，这卡摩尼佛是不是有起心动念？无啊，起心动念都无咯，哪有分别执着？这个叫做诸利益行三昧。菩萨是一现马是如是，行为严格，就是不能自立，以自私啊，数一行三昧，就是念佛三昧。咱啊，先把这段文看落去。为定心观真如之一理，真如这名词都是实相，都是自性，都是发心。伊个名词真多真多。这个摩尼佛对一件代志讲这么多名词，主要的用意呢，是要让咱唔能去执着名词。名词是假，就像离体当中，名词拢不够得啦，无名词啊。名词是人建立的，你若执着讲有一个真如，错咯，那还阁有甚物真如呢？为了说法，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起这个名词，你以为这个名词是真的错咯？你只要知影伊是假，你唔通改当真就无代志咯。伊有方便的做法啦，文殊把这经里面讲，法界一相，这一相就是把这经上讲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
这就是法界以上，任何一法，咱的思想念头，乃至咱这身体上这些物质现象，拢总是无所有。这现象无，确实是无。那现在认为讲是什么？这是幻想，是1600兆分之一秒的幻想，累积的啊幻想，这个都了不可得了。你这做会什么？你看会咯，看错咯，你看嘛听错了，拢中啊，拢错咯。个假动作真呢？什么物件是真呢？如如不动才是真呢？有家讲真假定义。凡是会动的是假的，会变啊。你看一秒钟变化1600条，这大的变化，它哪是真的？只有啊，自性不变，永恒不变。你还在会变的当中看到不变，这叫开悟咯。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看到啊，不变就是看到性，看到性啊，都是一切法平等了。为什么讲这个性呢？相千差万别，性是讲一个啊，性就是空的，什么拢无了，还是自性。什么拢无？未当讲伊无，为什么伊会变呢？会变呢？未当讲伊有啊？为什么伊无存在啊？伊这变都无，就过去无咯，未搁再转来咯。这是真相，所以法界以上啊，是言法界，是明。一行三昧，立一行三昧者，真谛行杂诸佛法界无差别相。行杂行啊，罪啊，真行菩萨所，诸佛如来，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，一点啊差别都拢无。为什么拢是空呢？灵岩经上所讲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，可啊加紧啊，你发现咯，你发现物质现象，物质安怎来？对念头来，物质的基础是念头啊，念头就是生的心，所以啊，一切法从心上生。一切物质现象拢是对心上生的，什么念头？根据弥勒菩萨啊所讲的，一秒钟生灭1600条次。这当中的一拜，你哪会知影呢？咱起这念头，当中一拜，唔知有偌侪过去咯。当中一拜已经单止两三拜咯。尾巴掉的念头生灭都过去咯，这生灭是永远都未停止啊！到什么时候停止？正着妙觉就停止啊！
真正停止咯。代替台湾啊，明心见性，甲梦想分别执着拢放下，停止咯。啊，停止咯，唔是真停止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收起一个未断，收起那断，这是真正停止。像是讲现前，你啊回归自性。但是伫十部庄严土来对，你就看到无差别相，有相啊。妙教如来啊是无相，无相，无相，伊才叫真正无差别啦。是佛陀内面的四十一位发心大师，咱会当讲，伊是相师，无差别相，唔是真正无差别相，真正无差别相都无相。你一行三昧啊，起信论外，伊是三昧果，即伫法界以上，为一切诸佛法身甲众生心平等无二啊，即名一行三昧。一切诸佛法身甲众生心，即众生是公义的。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心，而都包括咱今仔所讲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乃至这个大自然现象，拢是叫做众生。换一句话讲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一切现象。甲诸佛法身是平等无二，这叫做啊一行三昧。三昧是心定的一地，未怀疑，完全承认这是事实真相。这就是一行三昧，当地真如是三昧根本。真正了解就入佛的境界咯。佛境界是什么？第一，一切境界当中如如不动。啊，咱如果若证到，证到就成佛，成佛但是要有这个心地，这叫有无依涅槃。证到叫涅槃，就是不生不灭，要心地地，心地叫有无，要都无。存下来这身体，这身体该输不未该输。利用这身体去度化众生，会用呢？不爱这身体咯，马上都灭掉了。回归自性也还用。众生啊，跟你有缘，你起心动念，你可以献身。你现身的主宰啊，因为什么心得到不是家己的意思啊，伊的意思啊，伊心内想见佛，伊自然现佛心。为什么伊的感你的应？有心你无心，有念你无念。无处不现心，你的感缘啊消失咯，心就无去咯。所以现心的故障，也完全是靠这个感应啊，感应力量强，时间就长，姿势就长，感应时间，人也无咯。心就无去咯，
的里面了。啊，自世时间啊，长叫用心，伊来即地来实现投胎，实现入灭，将释迦牟尼佛实现八相啊成道，就是已经当中八个阶段，就去用心。如果时间啊真短咧，啊是化身啦、啊，化身是忽然间啊去看到。忽然无去咯，化身啊！我捌甲诸位报告过啊，我伫空间的当中，伫贵州咧读书，校长就帮到先生，成年了后，伊住伫南京，就师母伊无宗教信仰。啊、有一天遇到地藏王菩萨，伊毋知影是一个出家和尚来因兜化缘，要甲伊啊化五斤的香油，伊也无好意啊。这和尚都无去了。因的厝啊，我捌去过啊，真大。头前有一个大埕，真正这大门、二门啊，下面也是东屋。和尚出现伫东屋内底，走的时阵当然对东屋的门口出去咯。出去了后，伊才发现讲大门也无开啊，二门也无开。伊哪会入来呢？走的时候门也是关的，伊哪会出去呢？所以这个代志，偌侪年来伊拢想未通啊！而且讲话时间真长，绝对唔是错觉，嘛唔是咧做梦。伊得到空前胜利，伊来台湾。我伫台中甲李老师学佛，甲即个代志讲出来，向李老师请教，老师甲伊讲，那是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啦，甲你有缘啦，何悔都未赴咯，当年五斤香油无好伊啊，所以啊，伊即个一生啊，逐工拢咧上这地藏经啊，两代比丘。有啊，不可思议的这个感应啊！伊念的大悲水啊，会医百病；别人念的未灵，伊念灵，非常有路用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啊，过去心中有缘，寺庙啊有感啊，这是敏感。这个连家己都唔知呀，地藏菩萨知呀，真正是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呐、啊。你甲看，一个出到这客厅的门口，啊，都无看到咯。出门口还有一扇门，外面是外院，来到。这不是假啊！就寺庙绝对未讲蒙语，伊啊念风声，黑话有三百多粒的下利。迄、那个人是 T 卡 A 啊，第一个好人啊！来问对老师甲寺庙，比啊对爸母也搁较尊重。空闲期间。阮离开家庭，学校就是厝的啦。这两个长辈啊，照顾阮比爸母还佫较周到啊。
好运在这一生当中念念不忘。感命多高，不是假啊！六祖丹经曰：“若有一切处，应自自我，存于真心，不动道场，得生净土，诸名一行三昧。”在《行起信论》里面，讲这个菩提心，菩提心的体啊，就是在心，也作用有自修养，有他修养。自修养是清心，他修养是大悲心。一体二用，一心是道场啊。一心是什么呢？一个念头都拢无。起念头就是妄心。妄心内底有善念有恶念，你心的内底呢，善恶念头拢嘛无，这是你心。这个有差别啦，如果一个念头都无，你认为是你心就错了。为什么是无相定？什么都没得想，千万啊，唔能把无相定当作是得心，就大错特错咯。无相定修行咯，到四禅无相天，也伫六道内底。得心是什么呢？什么念头都无，人啊问你什么，什么拢知影，会有智慧伫内底啊。无相定是什么呢？什么是定咯？什么念头都无，伊什么都唔知影，什么都唔知影，伊就是无明啊。伊心是觉心，清净平等觉是伫心。唔是什么都唔知影，也都是咱咧讲，逐项拢知影，无一项甲囥咧心内，心内啊清清气气啊，一点不染，逐项拢知影，这是啊真心，真心内底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上好。五行万法，所以这地绝对不能去误会。地心是道场，妙觉如来道场啊，自性净土，这真正清净咯。这是利益一行三昧，处诸之一行三昧，这念佛三昧啊，之一名，所以也唔通甲念佛啊，甲看无起。念佛就是修一行三昧，为什么一心念佛啦、啊？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以外，拢放下了。
因为心内有阿弥陀佛，这叫师。啊，对于啊，师一心嘛、啊，念教啊，离心，这是咱会当用的办法啦、啊。若是无师，干那讲离一心，咱做袂到，肯定就妄想杂念掺杂入去啊。所以咱伫心内啊，拜着阿弥陀佛，其他那什么物件都甲清除出去。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，嘴来念的是阿弥陀佛，那一句一动都嘛是佛事。这就是早年我伫台中地理老师。李老师点了教导文的是话心，心内啊只有阿弥陀佛，如阿弥陀以外什么都拢无。真正换过来咯，是什么款呢？看到一切人拢嘛是阿弥陀佛，看到一切物拢嘛是阿弥陀佛，看到一切事拢总是阿弥陀佛，你就成功了。你的梦想无了，你的烦恼失去无了，一团欢喜啊！真正相信欢喜心啊，家己成就咯，都在普度众生。文殊菩萨经下卷讲。六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入一行三昧，应除空寒，下诸乱衣呀，不除相貌，内心一佛专清名利，随佛来封锁。人现在了阿弥陀佛咧，阿弥陀的西方，对时时刻刻向着西方啊。端心正向，能为一佛念念相续，即是念中啊，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。这个话，其实论义句，下卷的尾后有啊，安乐集下卷。王星李赞有这段话，啊，罗马是结束文殊菩萨经上讲的，啊，由此知影，只要下心一佛，专清名利就好，有人。专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亦无别念阿弥陀佛。而天台，甲念南无阿弥陀佛有共款无？无共款，因为地心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必须要得到三昧才有路用，一心啊，黑念阿弥陀佛，免得三昧也有路用。大王星啊，夜王星反省动机土，两本书释迦牟尼佛未用咧，两本书释迦牟尼佛真正都要得定。才有路用啊！进阿罗汉，都要得高处地顶，你才会超越六道轮回。你也先得到的是四禅八定，是世间的禅定，第九定才超越六道，又出世间。
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无带业往生诶，无即个，所以食袂用呢。咱伫即地，无论下念倒一尊佛号，伫理想讲讲会通，但思想讲诶时阵，你得袂到一行啊三昧，就是你袂当得到念佛三昧啊，你就无办法咯。所以，诸佛如来拢称阿弥陀佛啊为佛中啊之王，念阿弥陀佛称为三昧中王。哎，明白这道理，万福业障习气杂念太多了，要按怎会把这物件断去呢？念佛啊，是一个好办法。真心念佛，虽然未当断，会完全淡化，无像较早遐尼严重的执着，就慢慢淡化。愈淡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愈把握啊！啊，坚固的执着是真麻烦的代志啊！为什么？也是未当往生啊！哎，怎样？人过去生中也捌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句话你都要承认。为什么你无这个善根，你这一生当中都未得佛法，都未得净宗？你拄到佛法，拄到净宗，就肯定着你过去生中也捌供养无量诸佛如来。这大的善根，你才会去拄着，拄着也未当啊，去相信伊啊，也未当理解啊，你是业障太重咯。也就是讲，俗世今生做的恶业太多，这一生是无做什么，过去生中有做无？过去有做无？那讲唔是讲真深的这个业障，你看真正有未少人，一个听到相信，一个听到接受，伊真正用功去念，念这三年五年，已经了往生了。啊，这种人咱常常有看到的啊。那咱盖的比呢？为什么伊会相信？伊就是。认真做，看到的人拢嘛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甲伊讲话，伊嘛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像伊无杂心闲话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笑眯眯的来对你啊，甲你应对。啊，你讲的物件，不管伊听有听无，伊拢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咱知影这个人，伊咧修一行三昧，唔通看伊无起啊！伊真正有功夫啊！功夫真正得力咯。啊，咱今仔伫经教上学着咯，咱像也了解，其实也阁差真大的一段距离啊。真正了解，马上就会落实。就亲像慧能大师伫五祖方丈室内底，真正听有了，立刻啊，也都开悟。我做给他做证明啊，伊把好伊就是证明，证明伊也真正开悟，伊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传人。传的是释迦牟尼佛正宗的佛法，
正宗的佛法是诸法实相，伊看到诸法实相咯，所以心不动咯。啊，咱今仔日真感慨啊！家己修行非常艰难，如果分啊，无予咱啊遮长的寿命，啊，咱对佛法，知影就是有限的。这种有限的解悟，未通了生死。未当出三界，这不要出来生的回归，来生肯定啊，未落三恶道啊，来生一定在人天，在人天有智慧，这是咱当理解咱将来的果报，延长咱的寿命。我那有时间更加深入，这也感恩啊。感恩佛如来的恩，还感恩一切众生的恩。那一切众生的护持啊，点点滴滴，咱无办法离开众生。真正知影咯，咱就真正放下。这是过去张家大师甲我讲的，你知影几分，你就会放下几分。所以，第一要对形象去看，如果你形未够，不是形未够，是底无够。这是一个铁盒的问题啊！第一个行，绝对是正比的。啊，咱看到真多阿公阿嬷，伊对经教确实都唔知，唔过啊。劝伊念佛咧，伊遐用功真做啊！这什么过去啊，前君福德啊，太深了。咱接触到会怀疑啊，为什么接触到一点未怀疑？也伊无怀疑，所以伊嘛无需要去问别人，伊无问题嘛。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！文殊要根本地，一行三昧家，一心一佛专称名利啊。我知持名一法，真是替我公喊众妙啊！我经常用替我做比例真多，替我是人间最好的饮料。这是古代时阵的，过去道观法师甲台湾佛教会，因组织团去印度朝圣，
这是一位恭敬的法师，恭敬偌侪年呢？佛经上两项物件始终也创未清楚，这是阿摩罗果，这就是地狱，地狱灌顶啊！去印度了后，四处探听，阿摩罗果印度人啊，这个佛经上讲的，也知影无？因知影，有无？有啊，提起来来看卖，台湾嘛有啊，巴拉。阿摩罗果啊，知影咯。啊，提奥是啥物呢？提奥也提来看卖。啊，咱食即个沙拉，这是经常讲的提奥啊。即拢食过啊，拢嘛捌看过啊。刚经的时阵啊，讲未出来，等来时阵甲阮讲，即两项物件创清楚、创明白了。真正偌济人去印度去朝圣，拢唔知影要问这个代志啊！刚经的法师啊，伊注意到，经常上讲啊，唔知影讲是啥物，对哦，是对你来对提炼呢。提炼到最后，这是你这一品里面的精华上好呀，功含众妙，用其名就好比是提奥，一切法拢在这一法之中，可以用这做比如啊，你看。对你提炼，啊，清疏、色疏、落提奥，提到最后变作提奥了。经过四到五摆的提炼呢，你内面的精品啊。这就好比啊，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对一切诸佛信愿行，到正果，恭敬说法，弘法利生，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，到最后提炼成一句名号，南无阿弥陀佛了。哎，怎样出世如何带回来对最精的精华的物件？真可惜啊！偌济念佛人拢唔知影，唔知影讲这是一切法来对精品啊，也阁要创这个创那个啊，那就无办法了。我现是台湾王，是对根本地与差别地，是台湾王这十件代志，是什么呢？是根本地来对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作用的智慧，这叫差别地。根本地是什么呢？根本地是不济啊，无低啊，是根本地。起作用的时阵，无所不低啊。所以根本地就是三昧啊。三昧是什么物件？就是咱经对上的。清净平等觉，
两情平等是定，这个智慧是不同的，这个智慧是万事万物的本体。那伊起作用的时阵，无所不知啊。普贤菩萨是大圆融，就是对根本地啊，起何得地，无所不知。这个、是万不可思议啊，圆圆拢是变化界、虚空界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本地变化界、虚空界对根本啊起作用，乃讲不变呢。因这功力圆融，何以强性缘其名？是乃对差别地何归根本？现在这句名号里面把普贤菩萨的愿王全部都包括，一条都不会漏去。正宗唯独提倡性愿之名，这是对差别地的回归根本。古文行巧普贤，伊也阁回归到根本地咯。根本地是利益行三昧，就是讲对属于行三昧回归到利益行三昧。该起名即妙行，以骨骼为因心。即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是弥陀的骨骼得好啊，是骨骼的圆满功德成就。咱用伊来作为咱啊修行的因地心，这就不得了咯。把人的因心对对修，对五戒十善，对机关、对禅定、对忏悔，这呢做方法无量无边啊。你安怎用骨骼为因心呢？这太悬了，太殊胜了。啊，咱今仔日为什么无这款殊胜成就？是甲这句啊阿弥陀佛看无起咯？伊是骨骼啊，咱无以为伊是骨骼，以为伊是普普通通一个名号啊。比不得忏悔，比不得十善，比不得六道，我会三心的这地啊。那会知影讲，这句佛号圆满含了一切佛法，也唔知呀。所以咱的念就未起作用，为咱讲未起作用，局部唔是圆满，作用是相对的。你知影一分，伊就有一分的作用；知影两分，就有两分作用。你圆满知影了，伊就起圆满的作用。
这就是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！真正创清楚，真正创明白。像诸佛观定法师所讲的，你的业障，你的罪业，佛法内底所有的警告，未当救你啊！你未去作用，所有的参与，所有法门拢无路用。最后要有一法啦，南无阿弥陀佛啦，一定会当救你啊！啊，咱想着宋朝因科法师啊，甲咱做一示范。伊是一个破戒犯斋的法师，心怀疑嘛，为看你外面的诱惑啊，外面一个诱惑就动心，伊就生烦恼，就做罪业。伊是惊啊，地甲苦啊！伊知影伊家己行业，毋是甲人天相应，甲无间地甲相应。家己啊，清清楚楚死了后，决定对地甲，想着地甲苦，惊下落。求求同参道友啊，道友送伊一本往生端啊，伊啊看了后感动个流目屎啊，决心念佛求往生，把寮房的门关起来，三日三夜不眠不休，一句好好念到底。三日三暝念到啊，精疲力倦，迄种诶心境啊，哀求啊，真正甲阿弥陀佛求来了，佛甲伊讲，你啊好好修，你诶寿命还有十年，到你寿命终诶时阵，我来接应你。伊也甲佛哀求啊。伊家己劣根性真重，未堪你诱惑，十年唔知影阁会做偌济罪业，我想命无爱咯，即卖就想要对你来去，好甲约好了三工以后，为什么分唔当时带伊走？要三工以后呢？三工以后伊会度偌济众生啊？当时那带伊去的时阵，一般人啊。也唔知影讲啊，伊是往生呢？啊，约好三工，伊个寮房的门拍开，甲大家讲，这三日三暝啊，无白做的啊！阿弥陀佛真正来啦！三日以后要传下王星，寺庙内底无一人相信啊！亲像你这款人，三日就会王星，哪有这办嘅代志啊？虽然怀疑啊，看你讲话那就真认真，唔是骗人，唔是像骗人嘅话。后来三日都无断啊，三日以后看你王星未王星，啊，真像王星啦，大家相信咯。个耶稣节写伫个往生端来对，写伫净土圣贤落来对，甲大家讲，弥勒经上讲的无错啊。
六一日、六二日、六三日、六四日就成功咯。这个法门就这么简单啦、啊。那咱知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啊，威神加持，做阿维越地菩萨啦、啊，这个不得了咯。那有比这个更紧的法门呢？定有讲啊，啊，就是讲对地角来对啊，一下都跳到佛果啊。缓慢的桥弯咯，啊，咱看了敢未相信呢？初初看到神威，唔敢想过相信。经过几十年佛法的熏修，会怀疑咯。对心肝内面肯定，承认这是事实啊！啊，那你得救呗？你看人口这款的啊，我也是恶，更加大罪业。你真正做，你真正成就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呀、啊。以果觉为因心，因果同时啊，直接了动。不加方便，不落解推啊！解推是暂住啊，就是暂住无啊，就无顶天啊，无解机啊。所以呢，念佛的是因果同时，这是不可思议啊！回往世间法门是修因正果啊。因果无同时，所以啊，净宗用莲花表法。莲花是因果同时，花开也是因，莲蓬内底莲子就是果。啊，花开的时阵，果已经伫咧了，你已经看到了。无像其他植物，先开花，然后结果。莲花就是代表因果同时，正如弥陀要盖文，阿弥陀净幻无量，阿弥陀是梵语啊，阿梵做中国字啊，就是无的意思，弥陀是量。阿弥陀的还着无量，温不可算啊！无量，什么无量？什么拢无量啊？各项拢无量啊！这是啊，伊的本意啊。头前有读记，释迦佛成佛，伊老大人家己讲，什么想成佛？无量、无边、无数、无尽劫以前，伊就成佛了。咱现在了解这意思，是什么意思？本来是佛啦、啊，本来都是无量，
无法计算，未当想象。本来是佛啦，你成佛了，伊成佛了，拢会甲释迦牟尼佛同款。我本来就成佛，无量无量劫前就成佛了。啊，这摆不过是什么？把遐障碍，那什么物件洗刷清气，障碍拢总放下，我心哪都现前，习惯意思啊，我是本来佛啦。我是无量佛啦，本不可算。本师以功修利益，修尽一切无量。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跟咱讲，无量寿佛给伊讲了啊两种啊，这个是无量寿，这个无量光。用功修，给一切无量，全部包括在其中。讲是什么？行遍十方，咱今日讲空间。修呢，修是四强三济，咱讲时间。时间甲空间，形式交替，即法界体。法界体都是自性啊，都是真性。都是实相，都是真如啊！本来就是这款的啊。故出体做弥陀心土，弥陀的心是法界体，弥陀的土故做环境是法界体。也借故出体做弥陀名号，是故弥陀名号，即众生本觉理性啊。名号啊，即种深奥的义理啊啊。知影的人无罪啊，真正知影的人就搁较少了。为什么无定捌读过这个经，知影有这款代志，无放在心内？啊，就随便甲看过去咯，唔知影这句话重要性啊。众生本觉理体，就是众生的自性，就是咱的自性啊，就是咱的真心啊。永弘禅师讲啊，真好，五心即是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即是五心，这个话一点啊都无讲错啊，本来就是安尼生啊。只是啊，现在咱家己，家真心无会记你咯，家一寡垃圾、杂杂物件放在心内啊，心内常常会惦念，未当放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本事，拢是希望。拢是假啊。这个内底有真呢，真呢袂记得咯，完全重视在啊幻想假物件，这些作业甘露多内面啊，不如伊个古朴，
啊，就是做凶个代志咯，做好落来，看在眼内，真正感叹讲，可怜悯者，恁本来是佛啦，本来是阿弥陀佛啦，跟阿弥陀佛拢同款啦，现在轮到做这款的呀。是你家己对了啊！无人诱惑你啊，无人陷害你啊！自作自受啊，也唔甘心，讲是别人害的，怨天尤人，罪上加罪啊！在这经的尾后，甲弥陀明慧功德，佮详细讲一摆。诸佛如来，作书大德，无尽的慈悲，表现的即地啊！即名即念佛是甚物？释迦合本。我现在开始念即佛号，这是释迦。我本来是佛啦。是甚是佛是本觉？是甚做佛？我现在念阿弥陀佛，就是要做佛，个本觉就合起来了。四本不离，生活不离，众生甲佛是因，不是离。故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呀。啊，咱的佛是安怎念呢？为什么未相应？哇！即句讲，上句咧讲，迄、那个人念佛灵，声声佛号甲阿弥陀佛接通咯。我即个念安怎念都未灵？念几十年消息都拢无。啊，读到这段经文，应该爱知影咯。你望未出伫倒位？无伫个外口，外口无啊。出伫个未歇啊，对弥陀名号无认识，唔知阿弥陀个名号是家己个性德，是自性啊。唔知阿弥陀名号，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显法，包含着一切啊诸佛如来菩萨修证的无量功德，唔知呀、啊？认为啊，伊是这个普通的法门。所以就哈时间啊久未灵咯，听到迄个修禅阿弥咧，啊大概比这较好，比这较灵光，马上就改变，那就醉啊！拢是对名号这义理，无从清楚，无从明白。过来就是家己啊，
烦恼习气啊太啊重了，放不下，时时刻刻也过得去，言行啊。去现行就是做业啊，普贤啊，十大愿王都归于极乐。今节念念即是弥陀，请十大愿王以力啊，金刚，非是上人所令发起啊，这份是真的啊。十大愿王都是十条，一条四字，四十字，当你达故，天公无边际啊。像修的发心菩萨啊，修的凡是参加华严法会，不是普通人呢。想法界里面的人一个都未当去啊，无分啊，你看未丢啊。这个摩尼佛讲华严经是伫定中讲的，你敢有能力入定中发挥吗？所以啊，这是对于发心菩萨讲的啊。普贤菩萨习惯是和发心菩萨修的啊，不是凡人啊。你持名一法，破披三军，发心菩萨马修这个法门啊。所以法界马修这个法门，若到三道五戒十恶，亦令依止的道生死，为拢中会啊。无论什么众生遇到，只要您信啊，您解法官求生，无一个啊未生叫做世界啊。比如您如不知之境界，推为啊良医之秀。这下面一个比如，这个人会当治好，一般医生未当治的病症啊，也医。这称伊为良医啊。是故临到极恶之人者，应称显化之王。极恶众生，我也是恶，这是阿鼻地狱的业报啊！我也是杀父杀母，唔知阿爸母养育之恩啊，唔知啊报恩，还佫要杀害父母，这个罪极重，无比这佫较重的啊。这个人啊，死的时阵无重音，按俗话来讲，一个灯开，信息立刻就去地狱了。无重音，
叫无间地狱，其中无间界啊。对对，地狱到地狱出来，你罪要消掉咯。用这个时间用劫数来算的呀。地狱内底咧受苦无间隔，就是讲无休困。普通地狱也有休困，无间地狱是无休困的。这罪有够你受的啊！杀父母、杀阿罗汉，阿罗汉是代表老师啊。咱的身体、生命得如父母，咱的智慧、慧命得如老师。老师的恩德甲父母是平等的，同款大。所以，杀害老师，这个罪过。马下比地狱，那唔知报老师的恩，陷害老师，啲老师师弟，这罪不可赦。正月三号。第一条头前两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。一切善拢是对这根生的，孝亲尊师啊。今仔日社会对这拢无爱咯。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提出严重的怀疑，为什么孝顺父母？父母什么值得孝顺呢？为什么孝敬老师？老师是范围知识的，我是教学会去学的呀，是生理买卖关系啊。眼前这款老师啊，新闻确实拢啊变作商业行为咯。古早时阵老师，毋捌看到，听都毋捌听到。现在咱拄着灾难咯。社会动乱，地球在变异常，报应啊！频繁的灾难，大家束手啊啊无策，唔知道要安怎？要安怎解救？是当前第一级别的问题，方法有无？有啊，但是你不相信，什么方法？老祖宗的方法啦，你若是不相信，老祖宗过时咯。古社会物件，拢总是粗朴啊！现在是科学时代，你袂着科学时代了，
你完全违反了科学。好了，你就慢慢去修啊。啊，今天你的问题科学已经未当解决了，连科学家也束手无策了。科学家无聊，地球会毁灭。甲咱宣布，现在是地球末日啦！末日安怎造成呢？科学造成呢？大自然的生态啊破坏啦，大自然的秩序破坏了。恢复大自然的正常都救咯，然后祖宗所解是甲大自然相应，完全那是随顺大自然，大自然来对有爱心，现在人无爱心啊，大自然来对有义气啊。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提出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完全是随顺大自然的。今天的社会上所崇尚提倡的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存心欺骗一切众生，无信用通讲咯。今仔个人只知影厉害啊，争名夺利，除此以外拢嘛无过去啊，不应啊现前咯。我下来都有一句话讲啊，真好，叫回头是岸。你若无回头，你就爱承受这个报应。你回头，你真正你得救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也是恶一个回头。对当往生不退成佛，这句话你听会入去未？你会当相信未？你会当啊理解未？这部经无讲真长啊，也无讲真短啊。咱现在讲的接近是1200小时，到600集就是1200小时啦。讲得真清楚，讲得真明白，真正经营一年时间，好好来学习，对有五业十恶，也能依止你度生死，这句话你就相信，你就明白了啊！只要一个回头，你就会得到了。
比如凌辱不敌之政者，咱今日拄到的都是不敌啊之政啊，严重。正宗会当医啊，咱想看卖，咱今仔日是不是叫恶之人呢？免别人讲，家己望心观，家己问看卖，什么叫做极恶？我极十恶就是极恶啊！咱虽然无杀害父母，对父母照顾有周到无？有尽心无？你啊，有把这个父母啊放在第一位无？对老师什么态度啊？对兄弟姊妹是什么态度？对列丁师，对列东辽，什么态度？对广大群众，什么态度？如果是不仁不义、无礼、无私、狂妄呢？这罪就重了。十恶讲一个较清楚的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讥语、贪婪、嗔恚、无知，十恶啊！这内底有几条，咱有犯着呢？犯一条都拢是第二罪，如果五业十恶拢犯了，那就是啊极恶之人咯。极恶之人会当救的会救，菩萨慈悲没责怪你，菩萨原谅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无知，你对细汉都无人教你啊。头前咱伫经文有读过，先人无知，不学道德，无有故家，就是无教你。你今仔做极恶，也袂当啊，去怪你啊。我菩萨慈悲到极处咯，只要你会念佛，你的罪会当消去。哎呦，尽心，哪有蒙心？尽心念一句好了好，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大乘经上常讲的，不是讲一拜，咱来深信不疑啊。这部经，这个法门，这句名号，应称显化之王啊！啊，这本经是啊，一切啊经中之王啊！尽观其名方法，是显化之王啊！这个名号是王中之王啊！故以其名行巧颇显，信愿其名定定彼岸。你讲这功德偌大呢？今仔日，咱的问题是信
不足啊，信不信？信咯，无完满不足，愿呢？心修愿意，往生极乐世界呢？愿意，佮唔甘离开这个世界啊！对这个世界也有相当程度的贪恋，所以愿不切啦、啊。起名达工啊，都是念佛无错啊。梦想十年拢夹杂伫内底，这个佛号是无甚物清气啊。甲大势至菩萨的标准是有真大差距。大势至菩萨要求咱呢，多念六根。多念观什么意思呢？换一句话讲，你就了解。慢言放下，多念六观啊，都是慢言放下。眼放下一切色相啊，你放下一切音声，就是卖去攀岩这些。见色咧，唔当放咧心内；听声也唔当放咧心内。六根接触六顶境界，拢总未放咧心内，心内拢无啊。这叫做多念六根啊！心内啊，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以外，确实什么都拢无咯。思想我达行拢有，心想无。思想我无离开这世间呐、啊，思想都未当放下，但是思想已经未空在心内咯。这高明啊！啊，吴秀林有一篇修学的报告啊，第二篇。这一档啊，给因一点啊东西，大家来分析看来看看。伊已经进入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叫历史练心。日常生活的做事，什么拢做，欢欢喜喜，袂糟心，袂放在心内，保持心地清净平等觉，一切时一切处。这修行的功夫是大幅度的提升了。以前初步是远离啊，现在不需要远离了，未念有了。为什么知影一切拢空呢？知影是假象，知影拢是不可得。我知影你唔知影，我唔免甲伊讲破。为什么你听无啊？我若甲你讲，你听我讲笑话，我这人精神无正常，来上精神病院啊！袂当讲个啊！这叫做新修行，真正功夫得力咯。生活的世间，啊，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善业，啊，六合、六道、普贤习惯，拢捧出来了，啊，拢总做到表演给大家看，好啊。表演个真逼真，为什么？心是阿弥陀佛，那会未真呢？绝对啊，无自私自利，绝对无我，我害个真凄惨嘛！无量劫来到今仔日，互我害死咯。现在讲我无我，我伫倒位啊？
是千啊六百啊条分啊之一秒，那是我。不过一秒钟里面已经有一千啊六百条的我。我在哪里？全部都不可得啦。那我如是啊，若君所接触的一切法，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常常想念世尊甲弥勒菩萨对话啊，甲予咱有真大的启示啊。啊，你会当啊观想这个，观想这是你以行三昧啊，念阿弥陀佛甲阿弥陀放在心内，这是书以行三昧。啊，咱对书一行三昧，甲理一行三昧连接起来，理书不理呀、啊，理书是一啦、啊，你都了境界了，你都会生欢喜心，这一生无白来，无白过了。为什么决定得心净土？到叫世界清净阿弥陀佛，万万无上菩提啊！这认真的做啊，其他拢是假啊，拢是六道三途啊，唔通再去做咯。啊，刚悟了后呢，都、就是一门亲力，当时分修。那哪才有成就？啊，绝对啊，唔通过去耽误咯，过耽误，你就袂富咯。一摆缘分就当面错过了，会记得之名，最过的好过呢，真正是行巧颇贤。哎，相信心观之名。决定的生极乐世界，定定彼岸，闻行巧颇贤定彼岸。这句话不是假啊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一部经，那现在一年完完一部。开讲的时阵，遵守普贤大师之定；圆满的时阵，行巧普贤。你看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期限一千两百小时圆满，咱来提起去。唔通啊，落伍！这袂着落伍咯，原来拢嘛是放不下。牵肠挂肚的代志太多，遐个代志拢嘛是粪扫啊，拢嘛是玷污，拢嘛是粗破啊，应该都要家己等甲清清气气啊。会让你家己的清净啊，平等觉，
按就对了。像遐念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都是阿弥陀佛啦。现在时间到，今仔咱就学习到这地、个。